跟着小编一起来揭秘。范丞丞，许多明星都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母亲的爱。范丞丞还在社交平台上为母亲拍了一张年轻时的美丽照片，语气中充满了骄傲。照片中，范丞丞的妈妈留着时髦的卷发，戴着墨镜，看起来很时尚。如果妈妈面值放在现在，也可以直接出道，难怪他姐弟俩长相那么出众。蔡徐坤，柯是一个新的流量男明星，他自己的人气也太高了，尤其是柯自从出道以来，他得到了很多资源，和同期小鲜肉比起来，他的发展太高了，成了一线明星，大家都很意外。柯自身实力很强，参加过各种综艺节目，展现了他更多的方面，很多观众都被他圈住了。陈立农，说到陈立农这个人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不陌生，他是在偶像练习生中以第二名的好成绩出道的，不仅知名度提高了，而且还收获了很多的粉丝，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。陈立农的粉丝还被叫做是农糖，也希望陈立农和糖一样甜美。小编在留言区等你们。